ニッキーの突撃ウェルカム実体験インタビュー。あ、こちらの方話聞け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あ、はい、ナイスとミーチュー、ハロー、いいですか。あ、はい、テンキュー。ちょっとお話聞いちゃいましょう。はい、マイネームイズニッキー。ニッキー、ニッキー、ニッキー、ナイスとミーチュー、ニッキー。What's your name? 名前聞いてもいいですか。スカイ、はい、スカイ、スカイさんです。そしてメッキー、メッキーさんですね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沖縄の方にこうよくしてもらったことってあ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か。あ、有啊，就我们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在奥莱有购物，但是因为我们语言不通嘛，那就是因为结账的方面店员有忘记让我们退税，有优惠的部分啊。但是我们以一个观光客来讲的话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细节。可是他们那个店员就很紧张的跑出来广场，一直在找我们。哎，那原来他是要把钱再退给我们。我觉得冲绳这边的人是非常友善跟诚实，这两个是最大的特点。哎。奥様にも聞いたりしてもいいですか。何か沖縄の方と接する機会はありましたか。哦，也是在上次我们是带小孩子来，那小孩子的玩具车子不见了，在烧肉店里面他忘记带回家，就隔了两个小时之后再去找，结果店员竟然是连那个垃圾袋，他是整个这样子翻起来在那边找。哦，台湾根本不可能这样，对，所以很感动，连我儿子看了都说哇。他找的这样子，我说找不到就算了，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让他一直找，一直，因为他戴手套就这样一直翻，一直翻，在垃圾袋里面一直翻，一直翻。台湾人怎么可能这样？对啊，非常感动，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垃圾桶，他整个垃圾袋拿起来，这样子整个在那边翻。店员戴着手套，在那边翻一个小小的玩具，就大概这么小，一个小车头而已，就这么小而已。那种敬业、那种服务的态度哦，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说很喜欢来冲绳，而且呢，这边的话自然又非常好，对啊，这边真的是一个旅游很安全的一个环境，哎，所以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ろんなウェルカム地体験万内ゲットしました。みんなもウェルカム地になろう。